以直随心转，那么这个昨天钟茂生居士有个朋友啊，生病生的癌症啊，他有个意念的感应啊，他没有找医生，也没有吃药，用他的意念把那个病治好了。他一篇报告昨天传到此地，我还没有看啊，我听了之后很欢喜。这就是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他坚持这一句话啊，很严重的癌症啊，他的心清净，心不悲。他说这个癌那个照相照出来像鸡蛋那么大，医生都感到惊讶。他说一般人得到这样严重的肿瘤啊，早就死了，他为什么还没死？要他开刀，他不开。他说这是我的冤亲债主，我就是死，我也不愿意用刀去杀他。这个心很难呐，不容易发了。我决定不伤害他。如果他能跟我和解，他就离开了，他就走了。他要不和解的话，我前世欠他的，我应该要还给他。发了这个大愿，他说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天一夜，过两天再去照的时候没有了。他医院感觉奇怪。拿前面后面对照一看，果然是这样的。大慈悲心的，我欠别人的命数一定要偿还的，绝不吝惜的，这是应该的。欠命还命，欠钱还钱的，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所以我听到这个之后，我就告诉大家，山西小院那40多个例子就是这个意念。你看这个魏斯博士这4本书里面有一个结论，他讲的最多的就是爱字。爱心，爱是终极的治疗，就是治医药上治疗的时候最后的治疗，什么医药都没有效了，那个爱有效。真正的爱心能够恢复正常。所以人呢要懂得自爱。这个话说的容易，实际上太难太难了。哪一个人知道自爱？自爱爱什么？爱自己本来是福。我们中国老祖宗跟我们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爱我们的本性本善。那么佛法呢，本来是佛，佛是觉的意思，要用中国话说，自性本觉就是佛。自性本善，自性本觉，爱我自己的本觉，爱我自己的本善。本觉决定不迷呀，本善决定没有恶念呐，这个叫真正自爱呀。自爱一定会爱人，这一定道理的。不爱别人，那个人你就晓得他不知道自爱。自爱的人哪有不爱人的道理？因为自爱是佛，是菩萨。他为什么会爱人呢？他爱天地万物了，天地万物是他自性变现的。
啊，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一心一智慧，六无为一然，这大乘教常讲的。啊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呀、啊！啊，自爱哪有不爱爱人爱物的道理？啊，他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了，他做出了邪的事，决定不要去怪他，怪他我们错了，他没错我们错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起了恶念。责怪别人说我们起恶念，哎，他没错，我错了。啊，佛菩萨见到人造地狱罪业，绝对不会动个一念头说是他做错了，没有。啊，从哪里证明呢？《坛经》上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”你还见到有别人有过失的时候，不是他有过，自己有过。就是说，你这一面镜子，大圆镜子照外面，怎么你会起心动念？你怎么有分别执着？照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只有什么？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才说；别人不问的时候，一个念头都不生。别人问的时候，随问随答，答完之后。也没有一个念头生，所以佛说法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大用无方。